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，近期为了配合疫情防控，不能去室外拍摄了，老师要在家里闭关一段时间，在家里不知道该怎么更新作品，如果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一下。同时各位小伙伴们也要注意做好防护措施，积极配合国家疫情防控工作，让我们一起努力为中国加油，甘肃加油！